然后减肥要靠哺乳，是的。其实很多时候就是有看到妈妈瘦很快的，真的是八九不离十都一定有哺乳，是轻微吗？难怪你老公最近胖了。哇，摄影师不好意思，观众看到也不礼貌。你要干嘛？来来来，谈谈谈谈很重要。说你真的等一下会被打，应该绝对会，因为你绝对不是骨架大，那你就二喽。我觉得我二哎，我肉肉的，怎么会谦虚？肉肉的你，我真的很多天没吃饭了，真的会被女生揍哎，真的。好，我都二，哇塞，哇塞，哎呦，感觉她的身材很厉害，今天怎么穿这一套这么性感呢？哎呦，可以啦，可以吗？可以可以。可以吗？上得去吗？好积极哦，好积极，帮忙，我可以帮忙，我可以帮忙。哦哦，来，果果，我觉得我就是一般人，中间值，就是不会特别容易胖，但是其实也没有很容易，就是如果真的想要再瘦一点，也有一点困难。有人坐了你的位置，你也可以把它顶掉哦，是吗？顶掉，你觉得叫它往后，或是叫你往下这样？我觉得我应该是三啦，三哦，三来啊，你不胖就是骨架，对对对，因为我比较高一点点。我的话，我觉得我真的就是三，我发现我们整个山头啊。我整个部落，我的腿是最细的，你脚啊？对，我的脚踝是最细的，我的表妹啊，哇，嘴皮一直粗哎，哦，那你们那个部落岂不是充满了脚？全部都是脚哎，一进去哎，谁的小腿在这里？哎呦，撞到小腿下去。来来来，哎，熊你，我觉得我是二哎，好，为什么？哎呦，挤下去。很容易胖的，我觉得我挤掉，我觉得我挤掉艾荣是应该的。根本就是我是哪里？他这么瘦，去后面，去后面，去哪里开始？我觉得二非我莫属。因为为什么？你知道，你往下挤那边又的胖，跟你没关系。这个。有可能语文来讲，我觉得不太合理。这样好了，两人共坐二，好，共坐二，可以吗？宪哥是不是来来来来，谈谈拿进来，谈谈谈谈，对对，谈谈谈谈，对，这个要去。宪哥很主动哎，不是啦，因为怎么样怎么样，对不对？摄影师不好意思，观众看到也不礼貌。你要干嘛？来来来，谈谈谈谈很重要。勇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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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勇敢！不要哭，不要哭！哎，他李阳公，他盖起来，他还蛮隐秋，已经不动了嘞啊！好了，来坐。我告诉你，掀起来就代表你要娶我。掀起大王请示，就没断他李阳公了，迟早的事情。好来，四名的是一二三，果果二十八而已，哎，是哎，是我，你说那么快。20%，好，那不好意思，先换位置，直接移动。来，请张医师来分析一下。为什么这个体质算很棒的？嗯，很棒哦。他没有易胖基因。嗯，维生素的缺乏大概只有比较容易缺乏维他命 D 而已。晒太阳，晒太阳，真的多晒太阳。所以他是要怎样 ？No。维他命 D， 比如说萃取出来维他命 D， 对啊，你是吃进去体内之后，经由晒太阳才能产生，哦，这样了解吗？对，不是直接晒太阳。对，尤其最厉害维他命 D3， 这全世界做最好的就是德国。嗯，对，我有一款叫做 D3 Super。我就想说，我在想说什么时候要出，就知道。一定有要卖东西，原来是这样。张医师，我讲的是对吗？是对的吗？是正确的。你问他，因为我们黄种人哈，大概比较不容易经过太阳而制造出我们需要的维他命 D。所以台湾大概我每天去晒太阳，女生大概缺乏的比例占70%，男孩缺60%。维他命 D 三如果缺乏哈，其实我们的钙和磷的代谢都会不好，而且比较容易肥胖起来。所以今天他虽然没有易胖基因，可是还是有20%，20%要维持，是要维持，是要维持，就是多补充维他命 D， 然后晒太阳。那你说做完这个检测以后啊，然后就说会有一些比如疾病上面的一个预防，有，他今天可能比较容易得好可怕，高尿酸血症。
这是什么？高尿酸你讲得很玄呐，其实最严重的就是痛风。哦，那就听得懂了，听得懂。吃海鲜不能吃海鲜，所以海鲜现在就要少吃。所以刚刚他哦，刚记得刚刚是不是有讲说他用火锅？火锅有灵嘛？汤水，其实要是可以吃昆布锅。哦，昆布当汤底就不用那么可怜了。哦，一般的高汤。你看，像我们圈内痛风很有很多，顺哥、徐孝顺，哎，那个痛是哈，录影录到没有办法站，真的。啊，像我走路，我吃大量的海鲜，那为什么都没有痛风？还是基因的问题，也是基因的问题。的问题，因为你身上能够把它代谢掉，经过肾脏排出去这样子。肾脏，所以要了解你的基因，你有把它排出去了，要顾肾，你有把它排出去的，你有在用啦，现在有用，你有把它排出，不错啦，又来。我的肾在这里，我的脏在这里，我的肾脏在这里，我保护这里，我爱。保护啦？喂，什么啦？没有，他走路怕踢倒。哦，要绑好。是啊，对不起，所以他要。减少海鲜的摄取，是的，嗯，要适量，适量，是的。产后减肥要靠哺乳，是的。我想刚刚我已经称赞过他了，真的。今天哺乳哈，因为事实上奶水里面最富含的其实是脂肪，对。那最想要减掉的肥肉也是脂肪，那真的。所以把你的多的东西给小孩子当最补的东西，对，一举两得，真的。就是其实很多时候就是有看到妈妈瘦很快的，真的是八九不离十都一定有哺乳，是亲喂吗？亲喂，然后那个乳汁是最营养的部分，对，难怪你老公最近胖了，哇，而且饭量越长越高了哈，快要被够了，已经很高了。小孩真的长得很小孩，是小孩，因为像我的体质是，我不是说怎么吃都不胖，我有时候不小心吃了，然后就还是很容易，就是说胖女生最不喜欢的啊，腿啊、大腿啊或屁股啊或手臂，难减。那有没有怎么吃会比较容易健康，但是你又可以吃得很开心？我想重点还是。是好的蛋白质要补充。那什么是好的蛋白质？我想我们俗话讲哽咽。喂，笑到蹲在地上。喂，尊重这样拿出来。院长年轻的时候有被蛋白质伤害过。我了解了解。蛋白质好的坏的，他很在意。因为院长是量好的蛋白质男孩。蛋白质男孩。我想大概我们食物哈，好的蛋白，因为没有脚的比两只脚的好。两只脚的比四只脚的好，等等，没有脚的比两只脚好，所以鱼肉最好，鱼肉是好的蛋白质，鱼肉比鸡肉好，鸡肉比牛肉是猪肉，大概好的蛋白质要多。哎，这样很好记耶，就是越没有脚的越好，对，没有脚的最好。哎，可是它不是会有痛风吗？那海鲜也不能啊，鱼肉不会吗？不是，不能吃龙虾、虾子、壳类的，蟹壳没有脚的就还好，没有脚比有脚的来得好，对。有两只脚的比四只脚的好，青蛙就对了。青蛙几只？四只脚。青蛙是后来慢慢变坏嘛，它本来没有脚，快两只脚，最后变四只脚，是这个意思吗？